深圳好多车，什么值得玩？大家好，我是老哥。上一回我们介绍了宝马 M 系里面最好玩、最纯粹的宝马 EM， 但是很多网友跟我们留言说，好玩是好玩，但是买都买不到，还说个毛？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 EM 的继任者。寸相当接近，只长了10厘米，用上了技术更新的 M55 发动机，但是这一次 M2 有了七速双离合，这就讨好了更大一个人群。这一次这台 M2 引用了 M55 的发动机，而且这台 M55 呢是基于一个宝马 M3 M4 的基础上，它内部很多零件都是通用的，就跟以前上一代的 M55 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现在的强度会比之前的 M55 会相对来得好一些，完后还是沿用了单涡轮，它的马力去到370匹，跟 EM 来对比的话，多了10匹的马力。这台车的内饰大家都可以看到比较简单但是这个也是宝马一贯的作风了，因为它取向不是在它的内饰有多豪华或者设计的有多漂亮它只能说取向不一样这个也不是我们太关注的，我们关注的只是它性能跟操控嘛。车在用舒适模式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是可以作为日常的通勤车了。我觉得更加适合现在年轻人，因为首先开起来会更加简单，会更加舒适，而且还是一台 M， 颜值也高外形也很帅我们现在进入这个 Sport Plus Sport 加的模式，我们再来试一下。Sport 加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它这个 Sport 加模式，我觉得跟上一代的 M 模式更加像。它换挡的这一个顿挫感，更像那种运动性的货箱。就是你一换挡的那一刻，它会给你感觉是后面推你一下的感觉。这台车我的一个感觉是一个简单快容易，就是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它过弯操控都会比较简单，而且没有那么像以前上一代一底盘的那种要跟车子去博弈一样，它会更加的听话，就是感觉就是我想它怎么样，它就能让我怎么样，它能给到我，能满足到我。通过今天跟 M2 的接触，从它的价格、性能、操控，我可以深深地感觉到宝马是想拉近更多的人跟性能车之间的距离，让更多的人用一个适合的价格可以享受到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因为这台车实在是很容易去把它开好，很容易让你得到一个性能车的乐趣，而且现在价格全部下来是60多万，相当值得入手。好了，谢谢大家的关注，深圳好多车，什么值得玩，我们下一期再见。